大家好，这是 Shinix， 为大家带来《喉咙大体游戏》康视频。我们上一期应该是把这边这个深邃巢穴上方的位置应该是探索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些没有去的地方，但是我猜那边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组织人物的能力没有获得全，探索起来是不太可行。从这边往右走呢，应该是还之前没有探索出来的。这期呢，往这个右边探索一下。这个整个上面有好多大虫子，有点让我……这个下面倒是安静很多啊。什么？加皮德的尸体？人这个大虫子叫加皮德是吗？好吧，等于是这下边我不太清楚，给你一个加皮德的尸体是干什么的？哇，这个虫子好快啊！哦，等于是我猜这个加皮德他应该是你正常情况下是杀不死的。为了让你的这个猎人技嘛，给获得权，等于是给了你一个尸体。我想先把这个房间探索完了。是温泉的图标，这是什么？哦，电车通行证。那我现在其实休息啊，这个也还好。怎么检查？我其实现在想要一个鹿角虫的一个。站，但是可以回到城。有地图。天哪，我们这是跑哪儿来了？没有名字吗？这是什么？怎么又卡了一下？古老盆地。这个好像是那种一开始我们见过的虫子，但是也是要打四下。
有点问题啊，我们现在是感觉上这个探索的顺序是有点，还可以往右开。越来越偏了。这是蜜蜂吗？什么东西在流血？这个大苍蝇，打算好劲打。下面有个，好像是电车的图标，但是这个地方叫什么？哎，这是进到蜂巢里边了，果然是蜂巢。这个蜜蜂长得好蠢啊！为什么脑袋这么大个儿，翅膀这么点儿？这个门是，现在是这个电车开过来的门，是。我只是想。找到一个附近能去的一个鹿角虫站，但是这两个地方可能是有，但是由于是开荒没有地图什么的，我出去随便逛了逛呢，也是没有发现有鹿角虫站那个图标在。这地方呢，起码是你知道可以是往下走，然后再往右走，是吗？对吧？你之前有往上走过吗？我已经迷路了。这个地图我觉得有点……我觉得我之前没有往上走过，应该是那边吧，那边那个上面。啊！救命！太着急了。应该是这个地区。
等于是走到头应该是有什么奖励，但是我现在手残，没有办法。倒是旁边有温泉在。可以尝试一下。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回去，离这一些地方实在是太远了。这是什么？我们要往上爬吗？嘿，吃多了。但是我发现这个游戏好像你贴着墙的时候，这个倒不是。刚才我贴着墙的时候。我是朝着右，但是我攻击的时候人物是自动朝左攻击。是要不停玩命的摁吗？好像我之前是在按照一个节奏在摁啊，但是我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子，你直接是快速的摁应该会更容易一些。这是个那个什么，忘记名字了，什么容器。有没有提示？容器碎片。倒是没有白来，等于是接下来是可以往下再往右走，是吗？对啊，这是之前那个，哎，贴着墙是摁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往右的路。我能感觉到应该那就是一条捷径，应该是没有理由说是我这边这个地图跟我看到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啊。你是这儿是一条死胡同，
可以标记一下。等于是这边就完全是探索完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路径可以走。哦，着急了。但我有点担心是左边是可以接着走呢，还是？我觉得往上的那条路应该是走不了的，但是再往左能走吗？那主要是想要一个鹿角虫站。救命啊！嗯，哦，走错地方了，还需要再往左走，再往左走。明白了，等于是整个这个地区就都是完全是走不了，就是太黑。这样回去的话，好像也是没法回去，有个电车轨道，可以往使劲往上走，走到真菌荒地，但是这个真的是好尴尬啊。太黑，想有钱，但是回不到基地。这个真菌荒地，真菌荒地上面有个鹿角站，或者呢是直接坐电车坐到一个完全不太清楚的地方。嗯，但是我有点担心你往特别新的地方探索，最后就直接是我觉得返回真菌荒地吧。我是怕探索到一个新地区就是敌人强度太强，最后是导致直接我是死掉，然后钱是都掉光。这儿是一个绿毛虫，再往上爬，然后往右走。
我觉得把这个椅子坐一下吧，正好是，反正是来到这边。右边去不了，需要往回走啊。有没有看见你？真的好烦啊，打一下就钻回去了。怎么？刚好像看见这下边怎么有？这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不可以？好像要回去的话，还需要这么走。真的是不容易，是又回了，但是要一路往右走。这是那个什么狗啊？好吧。一路往右走。哎，这个是什么地方？没有来过吗？啊，好吧。上应该是也是有去过，往右走，再往上走是吗？哇，这个攻击是带延时的，好吧？往上走，再往走。这蘑菇打得太不还手了，就无视你。
你这个卖地图的人，他离开的条件是你把这个地区的 boss 打掉吗？等会是这个地区我们有打过 boss 吗？可能是触发一些什么条件吧。哦，这个东西我猜应该是现在能拿了。哇，直接从头开始，好吧，这个有够狠。不太对，我脑子短路了，需要从头走。我应该先做个椅子的，我以为是直接会，我以为会直接是在附近出生啊，这样。我估计我可能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是，后面东西就可以选择先跳过了。我直接是往回去跑尸，然后去在那边我先存个档，然后再去尝试跑路，再去尝试去拿那边那个碎片。大概是这么样子。真的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会以为我的人物会自动的是重生啊，总之是回复到就是会在附近复活，我是不太清楚，有点太大意了。这天哪，是这么走吗？往上走。
死的真的是老二，等于是存档的地方应该在这个地方。我以为他是会在最近的复活点复活，而不是在上一个场里。像我之前应该说是会跑尸，然后就没了吧，应该是没有说再去，我有说再去把这东西拿到吗？有点记不清了。有点记不清了，不过为了防止说是我，假如说我说了下期再去拿这个东西的话，我可能就先在这儿截一下吧。下期的时候我们直接是再把这个东西拿了，截完之后再考虑之后做什么。总之这期就先到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